为新北市长侯友宜挂上绶带，大家热情地跟他握手。农历二月二号是土地公诞辰，板桥深秋福德宫挤满了祝寿的信众。侯友宜上香祈求新北市民平安，也代表接受庙方的捐赠。信众集的力量，借土地公，土地公的祝福，咱来做善事。所以咱板桥区，咱的区长也好，咱在场的区公所的同仁。咱要用感恩的心情，搁认真拍拼，好好啊做代志。啊，我会继续努力拍拼，希望你甲我心连心，卖分族群，卖分你我，甚至卖分党派，大家好啊捡做伙。为中华民国，为台湾，更加打拼。为了减轻第一线人员沉重负担，深秋福德宫准备了环境消毒车和防灾救援专车，方便环保局同仁迅速出动，争取紧急灾害的应变时间。非常谢谢我们板桥深秋福德宫热心公益，捐赠了我们板桥公所以及环保局分别有救灾的专用车辆以及这个消毒车辆，这样对于以后我们在面对灾害的一些防救工作，甚至是 COVID-19 我们的一个环境的消毒工作，一定有很好的长足的一个帮助。因为福德宫就在新北市府旁边，主委校说他们是新北市最贵的庙宇，也会是新北市府最坚强的后盾。记者景庆年、王淑明，新北市报道。科普一下，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变成水，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那一天使用个百至千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请上快点购，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